看，看，妈。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郝日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雨曦。大家好，我是丁佳。三位在剧中经常需要合力击退敌人，想必武力和脑力都非同寻常。接下来就到考验三位的时候了。王老师要考脑子了，那这是我的专长了，不好意思。你是脑王。脑王。光规则听着都费劲。哇，我怎么什么还要画形象啊？还要画武器啊？可以。哦这么快啊？四张。四张，然后呢？四张都要写分儿，加在一起不能超过十。那写完。你四张写了个十分啊？他有一张十分，那怎么办？那如果出这张的话，我们其他人就得出。画不画？这么快啊！哇，嘉哥，你要画什么？嘉哥呀，你到底在画什么呀？嘉哥，你就要出画画吗？好难，好难，好难！我现在这数值，我现在好难赢，我觉得。不要看着我，我有压力。我知道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已经知道嘉哥的套路了。大哥呀，来吧来吧，先怎么说？啊，你这玩意还有动作呢？我的天啊，这个游戏太疯狂了。剧中表演中二场面时会害羞吗？害羞。害羞害羞吗？不害羞，必须要有点中二才行。对，你要有代入感。对。Round哇，不会，不会，我拿着背面，我也拿背面，嘿，选择了，准备揭晓三二一，哎，对呀，拿出来吧，你就付一分，对，我就给你们嘛，一分，我俩平了。第一我给你们，哎，所以我是。那我什么情况？你们怎么还有负一分？别加起来十啊！为什么不能有负一分？这个是谁呀？负一分呀？武力。武器，武器，武器。哦。大家分别解释一下自己手里的牌。好，我先啊。哪吒。哦。有点东西啊。但是他没有武器，所以说他只有一分。我就瞎进。没事，没什么关系。但是这个人叫夏玲。你们俩都是一分，我俩要克服一分，有什么用？爱减一分是哪个？哦，对，我俩不要，我们俩来拿着，张老师拿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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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一分，没有，你还有没有负五分的牌？好，我这样先放这儿了。对，哎呀 ，Round Two， 第二轮，我想个动作。刚才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，你的额头到底怎么了？不能露出来。好了，来个这样。准备揭晓三二一，三分，来零分，我四分，哦，你呢？四分，哎，然后介绍一下，没有，我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画这个，我只是觉得你们都给我介绍一下，没有，其实是我分错，分那个分值写错了，我这时候我画的是黎明，就背影，好，写错了，我这个大有来头，他的名字叫做月亮之王。他头上有个月亮，他最重要的人，我本来想写月亮的，后来发现是人，所以说我写了他妈，虽然也不知道他妈是谁，但是他最重要的人就是他妈。他的攻击是四，比刚刚那个厉害一些，这是他的形象。我输得心服口服，我把这个收盘了，收盘了。算你厉害，好吧。Round three， 来，三二亮牌是不是？亮牌，亮牌，来办动作，啊，动作，一二，想拍个动。呀，你跟我一样的吗？揭晓分值，我这个我零分，可以。你几分啊？九分。来，二十一分。大家分别解释一下自己手里的牌。这是我剧中的女儿水儿，啊，这是对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一直觉得，所以我给了九分，所以给了九分。金家老师，这个游戏高度拉起来了。主要是田忌赛嘛，得赢。我这个，因为它是零分，它的武器呢就是一把很普通的剑，就是一个最多算个剑头吧。剑头。
很简单。我就画了个对号，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没听懂是什么意思。这个、哎，我觉得你加起来有十分吗？有，好像我给你啊。哇，那不对啊。基本就刚刚那是几分来着？一分啊，有我想起来。一个一分，一个零分，还有两个一分，还有个八分，还有还有八分，还有个零分。不许算牌，不许算牌，快点，最后一张了。来吧。来。Round four。还是一样的动作吗？我刚刚是打额头，打胸口，我挡脸啊。三二一，请亮牌。你又整个没有我两分，两分两分。五分。哇，我也是五分。又平了。那嘉哥还得把这给我，刚才给我个负一呢。不，嘉哥今天给他给我了。不行，嘉哥，你的负一给我了。嘉哥，嘉哥你自己选。他有老多张、啊。我没几张，这个他也不算张数，算的分值。你九分，你九分，九分对啊，然后你给我，哎，你不用算了，给我就是你赢，哎、你给他就是他赢，不对，我才五分，还有个负一分，给我减一分，那就不好，你们自己石头剪子布吧，给谁、哎？给赢的，给输的，给赢的，给赢的呀，给赢的是吧？嗯，你要出什么？我要出石头。那。你要出十三段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出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肯定没一个说实话的，来吧。石头剪刀布。给我分。各位清点一下手中的牌，算下分数。你多少分？我七分。七分。我六分。十分。你看。十三分，加个零。十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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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游戏有什么结果？有惩罚，惩罚就是赢的人指定输的人用不同语气读镇魂签名台词。一句，那肯定是我呀。那你给我们俩一人挑一句就得了，你的权力很大。我指定张雨熙老师说这句话啊，这句最长的。罗刹街对我们而言，不只是一跳一跳。而洛杉矶是我们的家，好、啊、可以吧，嗯，然后呢我指定金佳老师说这个倒数第三句，嗯，好的，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你。然后我想想语气啊，金佳老师要开心的说 OK、嗯、要很开心的说，是活泼一点，活泼一点的说。我想想张雨欣老师这句话怎么说呢，前半段要开心的说，还有难度，后面那句呢要很残酷的说，哦，残酷，残酷，要残酷一点，残酷，就是有点破碎感的那种感觉，突然就破碎了，前面，对，后面没有问题，但是前面要起来的很，有人奉献，那就我帮你拿着瓶子，来吧，我帮你拿着，我帮你拿着，我先啊，对，你先。罗刹街对我们而言，不只是一条镇魂街，因为罗刹街是我们的家。怪得比你不太尴尬，你让大家反应一下。我还要开心的说，活泼，这个词儿很难活泼。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等你，地狱的火是不会熄灭的。开心啊，多开心啊！没有问题，我们能挑一句给他说。对，我也在想。哦，我是赢家，不可以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剩下的全让赢家说。尊重规则，我们要尊重规则。投票嘛。嗯。我白赢。你想就第二句，说背最后几句吧，好吧，可以吧？短一点，短一点，说吧，语气有什么语气？他说他用气泡音说，气泡音，哦，你那个叹息法，哎、你那个叹息法，你的叹息大法，你的叹息说才大发，叹息带着愤怒，叹息，而且还愤怒，还要气泡、啊，还要支离破碎，还愤怒，最好带着哭腔，先是气泡，对，气泡，快、哎、快，石头的那个枪。不愧是这四十，不愧是敖老师，对，不愧是敖老师，没了，可以。表情包供应商，根据主题，三人合力演绎表情包。与我无瓜，瓜，瓜怎么表？它不是主题，哦，那就与它是一个状态游戏。那个游戏那个状态怎么弄啊？怎么表？那谐音，谐音。其实我们就已经演完了。对，刚才的就是、哦。你是说我们三？哎呀，哦。这就恍然大悟，我们又演了一个。这么回事啊？又演了一个。好的，又想复杂了。你来洗盆放活了。
起床！赶紧干活！干活干活！起床起床！他再不起床就要把他气疯了。那就我不去。我没有。那我表演，他说的很好，你表演他，不要再说了。看你说的真好。我咋不说呢？你不是不要叫我再说了吗？真的我躲在家里啊！感谢三位的热心互动，最后用一个接词游戏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吧，一人说一个字，组成一句话结束，就一个字。嗯，接吧，看看我们的默契吧。嗯，敢看妈太默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太默契了。吃饭。妈，你就不能说吃饭看，我才能接着走吗？你走吗？你走是吗？来来来，来来再换一个，来，好走啊，来。嗯，季姐，我和他们演。2000 years later 我是冲进来，我是吃的吃饭食的时候也要看镇魂接吃饭的时候热在难